多首作品脍炙人口，都雀屏中选为八点档主题曲，还被封为翁八点。2009年第20届金曲奖，翁立友第一次入围就得歌王，只是没想到多年后会因为尾牙商演卷入性骚疑云。立友哥是那种别人放在肩膀上，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放，然后导演说，哎、欸，这样放看起来有唱情歌的感觉吗？而且立友哥他手会抖，成就越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反而他越低调，对，他很珍惜他自己的羽毛。翁立友刚出道时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史，众多艺人出面力挺，相信他是个很珍惜自己羽毛的人。冥冥之中就是好像老天爷就是有一双手在你的背后一直将你往这样的一条路上一直往这边推。翁立友曾因为事业不顺得靠卖醉度日，得志平息后没想到却碰上演艺生涯的最大关卡。三立新闻李文胜、蔡俊奇台北。